现在的公投民调好像有被逆转的这样的一个趋势。今天好像还有几个民调要公布啊，大家拭目以待。但是我们全力以赴。我据我所知道的话，现在就是三个公投的案子比较稳。那有关合适的议题，我们还要加油。那我们会持续的在全国各地，尤其从北到南，在持续的宣讲。那总之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就像我们没有像民进党有国家的资源可以动用。所有国家的力量，甚至工厂来做宣讲，那我们只能用这样的小蚂蚁对那个大怪兽啊，只能用蚂蚁雄兵，用人民的力量对抗这个阿爸的政府。那可是朱立伦说过，我是朱立伦，我跟费鸿泰、王宏威、秦惠珠，跟所有的里长共同向大家拜托，12月18，你讲一定爱出来投票，大家拢出来投票。公投，咱四个拢同意，四个一定爱拢同意。台湾在胜利，拜托大家哈，谢谢各位阿妈。